想爸爸啦？我看看小丑黑定点都被咬肿了的可怜小丑孩。今天是周六，皮尼国的爸爸去接皮尼国的二姐姐到我们家来玩，然后带他们一起去游乐场，现在在这儿等他。好的，我们已经上车了。游乐场奋战了三个小时后，回家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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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站不稳了，都累得都走不动了，回家吧。我要喝个水。喝完水咱就回家了，好不好？我要喝一杯。喝完一杯水咱就回家了，好不好？我要喝水。被眼睛肿成这个样子，这么丑，还非得玩。我要喝水。知道了。皮尼国一到游乐场就绝对不回家的，在那一直玩了有三个小时了还不走。国爸这两天人不是太舒服，然后就想回家休息休息。完了，人公众场合，皮尼国就是不走。你保不走他的，你放弃吧。我都好累啊，我都累得不行了，然后姐姐也累了，然后爸爸也累了，累得也不行了。就是这些幼稚无聊的小游戏让皮尼国如此着迷，中间有一段时间皮尼国累得都走不动道了，都腿都拧不动了，他还不走，休息了好大一会才缓过来。你们知道皮尼国为什么那么累吗？因为别人只是用手拍，他非得跳着拍，一边跳一边拍，比别人多出两倍的力气。我们走吧，求求你了，我好累，已经三个多小时了，实在受不了了，国爸要上了。怀抱八爪鱼。现在是晚上7:30了，终于把我们家土匪搞回来了，然后路上也没什么吃的，就回来给他们买一点这什么东西啊。薯条啊，鸡柳啊，甜甜圈之类的，给他们炸一炸，给他们三个小土匪们吃，去吧，去吃，你不吃吗？我说你天天穿这么好看，怎么能行啊？那还是我妈妈给我关的呀。真厉害呀！土匪们吃有的吃了，咱们怎么办？咱们饿着。饿着。这个皮尼国妈妈煮了一锅馄饨，只有皮尼国吃。翁舒雅不想吃，然后呢，皮尼国的二姐姐也不想吃，那只能便宜我了。来一碗。其实我并不是很想吃的，说这讲真的，一向不是怎么喜欢吃火，勉强吃你一个啊，为了不浪费也没办法。好，给手机给你，别打扰我吃馄饨。看看啊，国爸不喜欢吃啊。吃饭有什么好拍的？好不好吃吗？你有没有很委屈、很勉强、很不被在意、很心酸？有吗？有的时候就很满足啊，没有资格挑三拣四的。吃的好吗？嗯。你昨天放电视啊？昨天放电视过。谢谢你，谢谢你夸奖，给你点个赞。就是他不给我们玩具玩。谁不给你们玩具玩？我打弟弟要趁早，要是打晚了你就打不过他了。妈妈也有，还给我。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二姐姐黏你的小眼神，你把二姐姐撵走了，很开心吗？二姐姐不跟你玩呢，一个人待在房子里有什么好开心的？去吧，二姐姐不休你了。
又开心了。啊，冉冉冉的，嗯，你跟阿姐姐，你俩能不能好好相处啊？嗯，那你亲亲阿姐姐。爷，不要他亲我。哎，你人真记仇。我好困难，我好累啊，我今天真的是好辛苦啊。但是这两个孩子啊，不知道他们精力怎么这么旺盛，今天跑到游乐场的是嗨玩四个小时，晚上回来嘞又跟对门妹妹嗨玩了两个小时，玩完了之后还有精神，然后在这打着除了他们自己没有人能看得懂的牌。我就想让他们早点睡觉，我也早点睡，他俩就不睡。因为他俩再不睡，我就把他们的空调关掉。